来吧，贪狼。我们这边几个远程，三个远程。这辅助没连上。那都推线的，上路怎么被单杀了就掉了？推线没机会抓，那就速四吧。俺妈没血，推线，就快点，不然俺妈要出来了。这时光给技能，这 AD 把蓝都给，来个双炸弹。有倒钩在那。第二轮也刷了，还行吧，对面 AD 两波线没吃到，对面打野在上，把他野反下来。完，这都野走了，看要出来了。
I will soar over them. In the shadows.六级诺手，看看这些人的 ID 。人影呢？按照时间来了。不会来偷我野了吧？看一下，被吓了他。逮个县城直接回家。我忘了这版本不应该买木刃的，出新石幽梦也可以。这木刃削得太狠了。
看这冷却没有，变三十秒。以前只要十秒。而且伤害还削了2%。哇，这么吓人。感觉这样的也不亏。这三人值钱的，这样一跳下。等一下技能。这是因为你跑个锤子开大。估计要蓄力 Q 别进去。圆弧还差点点钱。怎么办呢？找对面借一下。孤独恐惧，虚空尖刺，来做盐。直接进化啊，无敌了。跑不了。加个速呢，先上奶妈，太冲！啊，马上又好了，下半区应该还有人，射完这个蟹，啊好去找一下。
一眼前面排过没有？当然打完了。哎，不对，是还没刷呢，找人借下钱还差点点钱。我有一眼在，上左边这边吧。他不来了。蔡腾先不管他，外圈没中。不给机会了，直接在塔下。疾跑啊，轮子吗？还有一个蓝弹的加速啊，又好了。这么脆吗？一个 W 就死了。你要干嘛？碰瓷是吧？我都走了，他非要来送，你们看到了？他想撞我。都要走了，这个 AD 来吃兵线，你们看到了？他不让我走。来个青鱼吧，这边护甲有点高了，这会。
这直接把对面的奶妈的大给他吓出来了。稳一点，进化翼子吧。好像是有眼了，我看到这个反应。哎呦，坏了！主要后面有个奶妈在，杀也杀不了，然后我二时间到了。那我先给奶妈给他解决了。三开大声音有点怪，我听下来，我刚才都没戴耳机的。大呢？我这样子来包的，有点离谱。
先打断一下他，再拉开距离，躲一下无限切手，再拉开冰，打孤立接着杀他，让冰走了。最后来波蜻蜓点水，完美收尾。